挑战一天只吃粉丝点的美食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。先来吃一个新疆炒米粉，来一小口。过瘾，99分。搞点配菜吃吃吧。肉肉，过瘾，满分。再来吃第二款，这个是米肠，来一口。过瘾，95分。再来吃第三款武汉热干面，来一小口。满分，满分。再来吃最后一款椒麻粉，过瘾，99分。最后再来喝瓶红枣奶，好了，今天的食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